欢迎咱所在乡亲的朋友收听咱一百零六年十一月十六号礼拜四，由阮是阿宝老师甲宝妹伫遮为你所服务主持两点钟的新农播剧集。好啦，咱下晡吼两点钟的节目呢，大家不用紧张，阿宝老师吼等下过来甲宝妹到底来进行着咱今日下晡两点钟的节目。老师因为呢今天要做一个读书报告，所以伊甲我讲吼，剩一点点的时间，他已经报告完了哦，又甲我讲啊哦，叫听众朋友呢。请我跟大家解释一下，请听众朋友稍微等他一下，等下呢他会跟我们到底来连线，来进行到我们下午两点钟的节目，赶快呢欢迎我们乡亲稍等下多加利用。今天已经是来到我们的11月16号礼拜四的下午，农历已经来到九月二八了，所以时间一过相当的快，一下子呢一个月就好像呢一半年半个月又过去了，所以第一吼，第一咱今日下晡两点钟呢，咱来是希望讲甲好朋友吼，好好来报些时间。啊，有一个吼，应该甲乡亲斗阵吼来关心，来了解一个问题。小等的呢，咱拢吼要伫咱的节目内底呢，甲好朋友吼斗阵来了解。好啦，待会呢，我们要请阿宝老师吼，再来针对咱听众朋友的一个问题呢，啊，甲乡亲呢斗阵吼，啊来关心一下。第一，老师阿伯来到咱节目现场进行呢，咱先甲好朋友关心一下天气吼。老师阿伯来呢，就由宝妹自己来说一下。这两天天气很好，尤其是今天吼，你干嘛讲这有像秋冬的气候吗？吼，根本就是热天吧。但是呢，今日日头出来无唔对，不过呢，歹势吼。礼拜啦，要变天啊！甚至讲温度呢，熊熊降到十四度，这种温度差伤济，这种气候最不 OK 了，最危险了。为什么？因为个惊为人呢，心中啦身体较扛未起，所以请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受到东北风因为减弱来影响，所以你是呢，今日大家拢感受到温度明显回升。明仔这温度呢，更加更加会明显。啊，所以老师啊，所以呢，大家呢会觉得说，好像这个天气方面呢，你会觉得很热哦。啊，但是呢，你也明显感受到哦，尤其是第一，就是过两天18号，你也感觉讲东北风有淡下，所以呢，会觉得天气有点点凉，甚至讲呢温度来到14度，所以迄个温差是相当的大哈。我有一点点分心的原因是，老师跟我说可以连线，但是呢，看不到他在线上哈，奇怪，不怪他讲哈，好了，也忘记了，那我说等你，结果他跟我说，我可以连线啊，所以这个电话可以了，好了，我们再来试一次哈，再来跟老师哈试一次，真的是麻烦，要讲话要再做一行就是有点点手忙脚乱因为要够瞎理吼老师怎样。好，我宝妹再试一次我看看这样子是不是可以来，咱听众朋友呢，稍听好一下来，宝妹我跟阿宝老师连一下等来听个代志呢，等一下再跟大家稍微补充一下所以呢，先跟老师连线，连上了呢，我们马上针对刚刚的问题头拄仔这气候方面的经验，甲乡亲呢到底稍微关心一下。总共一句就是，这两天的天气真好，伫个礼拜六要变天啊，所以大家呢，三个稍传一下尤其是要去北部的朋友，咱家可能是影响也无讲遐尼啊大，但是呢有影响，只是说不是那么样的明显所以请大家呢一定务必要注意气候方面会有一些变化啊，请大家呢多注意多小心好了，已经差不多可以 OK 了，因为今晚我去响了因为有看到老师在线上就可以就可以连线了，希望说没问题一次 OK 啊，不然宝妹嘛就烦恼的呢，这节目还够欠大家那么多东西，每天看到这些问题一大堆我这个压力很大，想说什么时间能马上回答大家的问题把大家的问题呢稍微解决一下。好啦，没关系咱稍微听好一下让我再稍微试一下来，咱听众朋友呢稍等一下下，应该是没什么状况啦，我就想有时尊重天气呢换到顶会比较麻烦一点点，气候好的时候湿气太重。好啦，连上了，老师好。大家好今天跟你连线呢真的是不容易，
刚刚明明没有看到你在线上，我想说你跟阿公好啊，是你报告已经好啊，叫我给你等一下，结果不是，我说奇怪，我跟你说等你，你跟阿公好啊，可以联系，而且没有看到你在线上啊，你看你没在线上真的连不成，真的没办法。嗯嗯，啊，现在 OK 啊啦，你听我们的声音清楚吗？很清楚哦，很清楚哈，哦，太好了。刚才跟听众朋友讲到吼，气候方面的情形，听说这两天的气候真好，但是呢，礼拜六要变天吼，老师你伫个这个厦门要注意，因为厦门的这气候呢，可能会较我吼北部那边的这种趋势，那你自己多小心，那个温差好像还蛮大的哦。所以这种天气呢，实在是吼就怕穿衫，最近感冒的人未少，所以吼人的感冒做不嘛要注意吼，所以在气候温差吼这么大的时候，那你做不应该有些东西是很开心呐，但是为做不呢，你可能可是爱注意。像像一个变天啊，咱一般的农民朋友吼，要稍微注意一下什么事情，是不是？趁咱今日节目一开始吼，先给咱的乡亲提醒一下。是，这阵啊，可能哎，有听到吗？有听到，来老师讲。这阵可能咱所谓的好朋友来讲吼。上最重要的这个所在就是讲这个温度的这个管理吼，尤其伫这个设施内底，还是讲你做这个水道的这个好朋友呢因为咱真济吼，这种小隧道啦，还是讲这个温室吼咱家己关咧吼，啊家己关伫这个隧道棚内底，关伫这个温室内底时阵呢。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所在，就是说以这个环境吼，变作形成一个小型的这个尾气吼这个所在呢，就比较复杂小块了。安怎复杂呢？就是说这个温度咧升的这个速度可能会加足紧的吼，所以咱好朋友可能也是拄着像即马呢，这个早暗有这个温差，暗时降温，啊，隔天透早起来咧佫是以相当悬的这个温度。如果那是安尼吼，伊就真容易产生真大的这个温差吼，所以伫这种情形呢，其实青枯病吼，这青枯病呢，足容易来改这个发生。真济虽然这个嫁接苗吼，那你本来讲伫台湾，咱这个嫁接苗呢，看到吼，多数啦吼，啊，要看到讲有这个青枯病，这个机会真的不大。但是呢，伫大陆这边呢，不过看到真济吼，这翕起来呢，已经拢嫁接吼，已经拢嫁接过。但是呢，伊嘛是个同款是这个青枯病吼。虽然伫咱咧做这个。统计来底啦吼，就是讲伫统计上来甲伊看起来呢，真济即个嫁接吼，嫁接的即个部分来讲呢，一个最重要的即所在吼，就是讲伊可能呢，咱看会到的即情形来底吼，可能好朋友一定爱真小心啦，安怎讲真小心吼，因为即个。伫季节内底，其实90%吼，90%的一个病害的这种防治率呢，都已经算讲是还不错啊。但是咱伫台湾，因为咱管理了未歹，所以个多数的人呢，拢认为讲啊，季节过吼，都白着这个青枯病，所以呢，咱有的人吼，都会比较这个吼，较大意啦吼。啊，其实这个青枯吼，这种细菌性的这个病害来讲呢，真重要的这个所在呢，就是讲。因为吼，伊那是温度吼，还是讲作物的这个又较无讲盖好势呢，可能呢，伫这方面呢，就是一个真重要的一个管理吼，就讲你一定爱去甲这个工课呢来甲伊这个做好势吼，就讲一定爱去注意这个温差吼，袂使互伊扭了伤过头恐怖，尤其呢咱这个作物吼，尤其早啊时迄阵呢，趁日头拄出来伫温室内底吼，伊个温室。咧升温的这個速度足紧的，所以咱伫迄个时间呢，伫广告上尽量就是讲比如讲是水道的，咱都爱甲布棚小掀一下吼。啊，若是伫这温室内底呢，可能咱都爱较紧的甲这个这种叫吼小盖加加开吼这个通风爱做好势吼，袂使让迄个温度变化伤过头大。搁这重要这所在就是讲有这种温差呢，就容易来改这个形成真容易形成这个。以一寡即个较特殊的这种
这种病害啦，吼，就讲迄个温差较大诶时阵吼，温差伤过头大呢，做不如时啊，站未掉吼，啊，所以通常伫这种情形中，即、这个白粉病啊，吼，啊，像一寡即个疫病之类诶吼，啊，是甚至因为呢，啊，有即个温差产生即个漏水，啊，漏水呢所产生诶一个即个漏菌病呢，啊，特别即严重吼，迄、那个叶啊拢未打吼，啊，叶啊拢未打呢，啊，淡漏漏水。真容易感染到这款的这病害，所以这部分来讲，咱好朋友呢，可能伫这方面呢，爱少来改，即注意者吼。啊，过来就是讲，即阵啊呢，多数咱的一个即个蒜头啦吼，就是讲，无论你早种晚种呢，差不多伫即个抗战来呢，啊，应该是以一个即、这个啊产量，那是要管，那是安怎吼，一个足重要的这时间吼，拢差不多四五片叶啊吼，啊，开始长咧食大肥，长咧大的这个时阵，啊，这个时间点内底，因为有这个漏水啊，是那个吼，有当时啊，这种啊，灌溉那是无讲盖好势时阵咧，啊，这可能蒜头的一个这生产吼，都无讲盖好吼，真侪人是拢预估啦吼，明年的这蒜价咧，啊，通常是不怎么样啦吼，那是讲啊，都家己有一个这个蒜种吼，啊，算蒜种家己下，所以呢，第一方面来讲，咱无去买这个蒜种来算成本吼，啊，通常呢，那是安尼，其实咱嘛是鼓励讲还是变看买啊者吼，虽然真侪人咧过。计讲啊，可能计少无人讲介好，但是呢，蒜头那是这个种啊，是去港买，哇，迄压力就足大吼，因为这个投入的这個成本呢，加真高，啊，伫这种投入这个较高的这個成本之下呢，是不是？有法度得到啊，真好诶！一个即栽培，即效果就是啊，是咱来去考虑诶，即所在。啊，因为即阵啊，即温差真大，蒜头诶，即生长期间啊，得真侪即个问题都会造出来吼。即伫遮先提醒着咱所有即好朋友，因为蒜头伫即个生长诶即过程内底，对水分诶即要求吼啊，你看伊安尼吼，伊淹水个涨水哈啊，但是足惊堵水吼。即所以呢，即个水分吼，就是讲啊，伊对着即个温度呢，因为即个蒜头吼。水分吼，水分的这個利用率呢，其实是相当的一个这个高啦吼，所以呢，那是含像这个叶啊菜比起来吼，伊其实对水分的整体的一个总量呢，是无真大，但是伊就是爱一打一啖，一打一啖安尼吼，这种通常就是较成长较好，啊有诶，啊拢惊讲这个啊，人讲蒜头真重水吼，啊所以呢，啊这個、蒜头这個、水呢不时去甲伊嘛淡落落，结果呢拢掉这个金碗吼，啊你也是该。放我哋啊，较大只吼，迄种金碗呢啊，通常就较不容易来改这三星，所以这部分来讲呢啊，伫家咱好朋友一定爱少来改这注意点吼，就是讲基本上这些问题呢，拢是需要吼，拢是需要咱。好好呢啊，去改做一个这个广告吼，所以这个水分来讲呢啊，就相当的这重要吼，伫这压水加这个吼、哦、啊，因为这个蒜头吼，其实呢啊，有当时啊，虽然讲咱讲伊正重水啦吼，就是讲伊啊需要有这个水分，但是因为伊的原因是因为呢千金吼，最主要是伊。啊，这个较千斤，所以吸收的这能力较弱啦吼。所以其实蒜头真正咧食水的一个这量呢，并不是讲侪，那是以水量来讲，伊不是真侪，但是因为伊千斤个肉斤的这关系，所以呢啊，伊要求的吼，其实是。土壤的一个这个湿度哦，因为这个千斤，所以吸收的这个能力较弱，所以蒜头的这个要求呢，对这个土壤的湿度是比较较悬哦，所以这点是咱来去啊去注意的这个所在。所以咱那是蒜头种来了呢啊，必须要保持一个比较较悬的一个这个土壤的这个湿度啊，那是过头大，咱就爱来改这个压水哦，这个、水分呢就爱改啊，这个做好势哈、哦、啊，过来就是讲。伫咱的一个这个啊，即阵啊吼，蒜头呢，因为啊，伊当咧生长，当咧食肥，所以咱有当时啊，这个水呢，就会变作呢啊，伫灌溉上吼，灌溉了伤过头济吼，伤济水，啊，那就将温差大咧变化的这种天气内底呢，啊，这蒜头就得这白癣病吼，这白冠病呢，就拢夹起来吼，啊，这个就真容易呢，去造成咱啊，这漏苦啦，啊，这叶尾臭打啦，等等吼，啊，作者这种咱无管，你去看到的一个这个病害，啊，这个病害起来了呢，就去影响到蒜头的这个产量吼，所以啊，这时间内底呢，特别咱提醒。
见到所谓这些空中好朋友啊，这种温差在你大这经营之下呢，啊，你水分一定要注意哦，好势保持一个适当的湿度就好啊，但是绝对袂使伤过头淡哦，因为伊若伤过头淡呢，啊，这个鼻关病就较容易来个伊这个啊，这种叫吼，去治到这个鼻关哦，所以咱蒜头呢，啊，一定就是爱，就是讲会当有大大意讲，咱讲咱咧讲的讲啊，这蒜头就是爱会打会淡哦。你爱看到伊打，啊，你嘛爱解啊，我有淡哦，安尼就是讲有这个打淡的一个这个变化，啊，这个吼根本就无容易来解这个三星，啊，你也不是创个淡落落哦，不是破水破个淡落落呢，啊，这个根本就真容易来解这个发生哦，所以这点咱好朋友呢，啊，可能就是讲爱少来解这个注意点哈，啊，当当就是讲这个蒜头哈，就是讲这个真正要开始。水较重的时阵吼，就是伊开始咧长大迄个时阵吼，所以啊，这个时间内底呢，咱好朋友一定爱啊，较注意这个啊，这个水量的一个这个供应吼啊，最正常呢啊，是伫这个成长内底吼，差不多伫啊较慢一点嘛吼，算较冷过伊这个水分呢需求量较细，爱慢慢大慢慢大。大概差不多八片叶啊，迄时阵呢，啊，迄、那个水量伊就开始吼，特别落头，迄、那个中间呢，啊，伊就需要真侪即个水，吼、哦，啊，真侪即个水，吼、哦，所以即个时阵呢，啊，对于即个水的一个即个要求呢，啊，就是讲对水量的一个即个要求就变较大，吼、哦，所以阵呢，啊，咱就爱较骨力来解即个饮水，啊，迄阵呢天气较凉，吼、哦，所以呢，水分较悬，就是说那无啥要紧，吼、哦，啊，但是最主要就是即个湿度，吼、哦，即、這个湿度，所以啊，真侪咱咧讲啊，即、這个蒜头重肥重肥，其实水吼，伫对蒜头来讲呢，啊，应该是搁较重啦吼，就是讲伊个伫个即个基本上该看起来吼，伫即个管理内底呢，啊，应该伊那是伫即个啊相对的即个比较内底，应该啊伊个即。喂。该到的楼卡。伫即个广告会较复杂小块吼，即、哦、广告会较复杂小块吼，啊，所以这部分咱好朋友呢，爱少来个即注意着吼，即、哦、大概是咱伫啊，即阵啊，即阵因为呢啊，咱开始咧，伊开始蒜头当咧大吼，当咧食肥，啊，咱即个肥分呢，咱会补充会较充足，啊，但是呢啊，真济拢是伤过头淡哦，啊，伤过头淡，拄着即种温差的时阵呢，啊，就较容易呢啊，来个产生伫一寡即个伤害吼，啊，点咱好朋友呢，啊，可能爱少来个，即注意着吼。啊，个另外一个就是讲，即马即个已经立冬以后吼，所以即温度开始呢，就其实从即波来吼，就讲慢慢温度会小块来个，即降低。重要就是讲，即个日照的即个时间嘛是愈来愈短啦吼，所以呢，啊，尤其即个温度低啊，日照的即个时间。啊，真白吼，所以这种呢，通常的就容易得这个白粉病哦。这白粉病呢，是这阵啊，啊，咱伫这个的应用内底呢，这足重要这所在。啊，所以呢，因为温差大，所以有时啊，咱啊，真侪好朋友呢，习惯吼，比如讲像咱啊，种菜啊，也一挂这热素吼，这热素伫这个时间呢，效果就变较歹吼。所以通常你来用一挂这个硝酸钛氮吼，啊，伊的这吸收的这效果呢。啊，可能得加啊，加真好势吼，所以这点咪当个咱好朋友呢啊，少来个即了解点吼，就讲、是、大概咱伫即个时间呢啊，爱去注意一下吼。啊，伫寒人大概就是有几种的一个，即种温差较大的时阵呢啊，有几种的一个即个问题，比如讲伊那是第二，因为温差大的落水，落水的会产生即落困吼，这是第一个吼。啊，佮一个因为即、這个啊落水的即个关系，也是讲咱水分灌溉了不好势。就即个啊菌合并吼，就讲白菌病、菌合并这部分的解决问题吼啊，这点呢，即咱是伫即个广告内底吼啊，即个是爱去做的即个工课啦吼啊，所以呢，这是伫遮呢，当我咱好朋友呢啊，少了解者吼，就是讲啊，真重要的即个过程内底吼，因为这种温差较大，有当时啊，就是讲咱会真容易呢啊，伫即个广告上吼，会较容易失格差的，即原因就是讲因为做不本身的一个对啊温差伤过头大，对这环境的这抗性变较歹，啊，所以这环境抗性变较歹的时阵呢。
就真容易来解这个产生啊这个问题哈、啊。所以一般来讲，就是讲咱伫这个啊这站内底上重要，就是讲一寡这种较低等性的一个这个真菌哦、啊，这啊主要就是讲伫土壤内底一寡这个病害啦，吼，比如讲根腐病啦，吼，比如讲炭疽病啦。啊，即、这个白锈病啦、叶病啦，吼，啊，即通常咧，伫即个低温吼，差不多伫啊15度到20度的即环境内底，那是湿湿吼，即热变寒，寒变热，即时阵湿度爱有够悬哦，湿度爱有够悬的时阵咧，啊，即、这个问题就拢真容易来解即产生，所以即阵啊咧，啊，可能是咱真容易发生啊，即个一寡即个病害吼，啊，所以即点咱好朋友咧一定爱少来即注意，所以伫即个防治上吼，就是讲防治、防治爱防嘛爱治。哦啊、所以呢，这点呢，咱可能好朋友呢，就爱稍来改这个注意者啊、哦、就是讲一定伫这个药啊咧应用的时阵哦，药啊咧应用的时阵呢啊，拢会稍改这注意到相关的这重点啊、哦、一定就是讲爱两种无同款类型的这个药啊啊，稍增加来用啊，这个效果呢，当比较较好淡薄啊哈啊，这部分呢，当我咱好朋友呢，稍做者这参考啦哈。哦啊、另外一个就是讲、啊、因为咱有当时会去甲伊供应一寡，即个药面吼，比如讲壮药啊，咱会去甲伊即个做即个药面肥吼。啊，因为即个温差大吼，有当时啊，讲啊，你看咱看起来感觉讲啊，都凉凉吼，所以你用肥的时阵吼，通常会较袂去注意到迄个量吼。所以即、這个你若是伫即阵啊吼，因为有当时啊。伊个即个中昼吼，迄阵个高温吼，咱会去忽略吼，所以像今日啦吼，今日包括伫即个学校之下遮吼，啊，伫厦大之下遮时阵，中昼时吼，迄学校显示出来迄个温度32度哦，32度啊，中昼迄可能因为室外即个关系啦，还是讲伊个小块较袂准啊，是安怎？但是差不多啊、基本上气象咧报嘛是差不多31度。31度、哦啊、所以显示32度应该是我那有一定的这准确性、哦、啊，这已经立冬过了，立冬过了，还有够接管的这温度，所以咱咧用这个后面肥的时阵呢，一定爱真细致、哦啊、所以呢，有当时啊，这种后面咱啊，真侪拢会含农药呢。来解这个蓝做会吼，啊蓝做会咧用，比如讲啊，咱用的这个后面肥，你一定爱选择个好做。即阵啊呢，真侪讲啊，因为这日照不足啦，我甲加者啥物吼，啊要互伊去啊会缺钙啦吼，因为落水较重吼，较容易欠钙，啊我甲伊补钙，啊补钙呢，你补的是氯化钙，啊这氯离子呢含一寡这农药呢。啊，来解伊即个混合的时阵，有当时啊，就是较容易产生一寡即种即、这个药啊吼，本来无啥会伤着，但是因为呢，咱即个农药内底有一寡即个粘着剂吼，粘着剂伊是渗透性的吼，渗透性的其实。啊、有机会咱应该来讲一下无同款类型的迄个粘着剂吼，虽然咱拢讲黏 T 黏 T 吼，但是伊的一个即个粘着剂吼，啊，这种黏 T 的这作用呢是无啥同款吼，有一种是啊，即、这个扩散型的吼，就是讲个药啊散开，啊有一种是即个保湿型的，就是讲抓来了药啊呢较慢打吼，较袂打水打了遐凶。啊、另外一种是渗透性的，就是讲抓落呢，伊有迄种物件吼，伊会做会较容易呢啊渗透入去伫这细胞内底。啊，如果咱若是用到这种渗透性的一个这个粘着剂，也是讲迄支农药伊本来就含这种渗透性的这粘着剂的时阵呢，你佮用到这个含氯的一个这种啊，这个后面肥的时阵呢，结落许啊怎啊臭大吼？哎、欸，奇怪，较早咧抓都袂安尼吼。哎，个小花温度了较悬，就是说啦呢，啊，迄度会去伤着吼。所以这个用的时阵啊，应该是爱来改这注意者，尤其那是唔捌染过啦吼、哦，一定爱做一个小范围的这试验啊，这中昼啊去抓一下看卖啊，抓两丛就好啊吼。啊，若无问题，要抓要用，再过来用吼、哦。啊，比如讲像咱咧用的吼，比如讲水盆吼、哦，比如讲有用一挂这个铁剂吼，这种的这啊，这有当时啊拢较容易咧啊，呈现这个酸性的这个啊，这个。诶，形态，我那当这呢，就是哦，比如讲从氢氧化铜吼，即类嘢即啊，碱式氯氧化铜，即种较容易有一个即个碱性的即个反应啊，所以即两种咧染的时阵吼，当时啊你咧转当这，你搁去染硼酸吼，啊，即通常呢，会染染对了会互相去影响到因的这效果。啊，有诶讲即介严重，其实是无介严重啦。你用诶即浓度若卖伤悬咧，啊，实际上农药阁还好吼、哦。啊，只是讲若是有咧人冬季时阵咧，啊，真侪人拢讲即个水盆较好用，啊，但是咱若咧用冬季时阵咧，其实硼砂就好用诶。
哦，不一定爱用水盆，因为水盆通常是硼酸，啊，硼酸你佮含即个氢氧化铜做伙时阵，啊，通常互相会去影响到伊个即个效果。啊，咱若是讲用硼砂，哦，用冰砂，哦，啊，就不一定对即，所以有当时啊用俗个物件，不一定就无好用啦吼。包括有当时啊，真侪好朋友讲啊，唔过冰砂真歹用，安尼要安怎？啊，你着用即、這个啊，有海藻去熬合个即个海藻硼，吼、哦。啊，咱有一寡即种物件咧，含硼含海藻，哎、欸，即种。物件咧用咧，啊，伊就有一个即效果。啊，因为海藻有迄藻酸，藻酸就是一种即个保湿性的，哦，伊就是保湿性的一个即个风较透的时阵咧，啊，咱咧用的黏滴就是爱用这种保湿性的即个黏滴，啊，伊装落了，伊较袂打了遐水，较袂打了遐香，哦，啊，这种这是一爱注意哈。啊，一般来讲，咱咧泡即、這个啊后面肥的时阵，爱注意吼，就是讲迄个水呢，一定爱改伊啊，即、這个泡好势吼，就是讲卖伤少水啦吼，就是讲你咧用的时阵呢，啊，有个人吼，就是用一个壳啊，比如讲一个动力桶啊，二五立，啊，你用一个差不多五立的即个水咧泡，上好是卖安尼吼，上好是差不多十五立吼，要超过一半的，用超过一半即个水量，啊，咱即马甲用用的吼，一种即个药啊用好。啊，佮用另外一种油啊，啊，你莫讲两项拢透透的类，啊，较底下拉拉的吼，做伙甲油，安尼通常是较唔好啦吼。啊，这种呢，就是讲尽量会当一项油了，啊，佮用另外一项类甲油，啊，这个通常呢效果会加真好吼、哦。所以这点呢，啊，咱好朋友呢会当小来解者了解者安尼吼。啊，一般来讲，咱咧应用这种物件就是讲尽量吼、哦，这个后面肥呢会当先甲油开，哦，这油开吼，你后面肥落去吼。哦啊，那是营养剂哦，你营养剂安尼个拉拉拉拉哦，啊，即马来就是即个粉剂哦，水一个可湿性粉剂哦，粉剂啊个拉拉，啊，过来就是即、這个啊水旋粉啊，水旋剂即种哦，水旋剂即种啊个拉拉，啊来的水剂啊有另诶吼，迄、哦、乳迄种。啊，乳化剂这种的这吼，这种通常呐，乳剂、乳化剂这吼，通常拢上二倍吼，上二倍开来用吼，啊，这养成一个这习惯吼，就是讲肥料吼，啊，营养剂吼，啊来这个农药开始泡吼，这个粉啊吼。啊，来水酸剂吼，水酸剂就是迄个下粉顶下层的迄种吼，迄种通常迄种叫水酸剂。啊，过来就是即个水的吼，规罐落落，还是讲清清即种的即水剂吼。啊，那规罐那种牛奶即种的，即通常这个乳化剂吼。啊，即、這个乳剂型的，啊，即上乌白来染，啊，即安尼起来呢，啊，即通常适当呢，该即个处理又好势吼。啊，那是讲即个农药染。后面肥的用的时阵吼，啊，尽量就是讲现配现该用掉，吼，卖放伤久，因为呢，一放伤久吼，有当时啊，啊，会发生什么代志，实在是无人有法度去预测的吼，所以呢，是会使呢，啊，这个多数咱就较紧的该应用掉，吼，所以这是爱小来该注意者，啊，有当时啊，就是讲咱咧泡药的时阵吼。啊，是不是甲看卖者，看有迄个根头花无，有切底无，有变色无，还是布破啊？这吼，啊，若是发现呢，啊，有一寡状况无讲解好的时阵呢，啊，可能就是讲爱先为照面积吼，就是讲啊，简单讲就是讲，我咧先小可来解这个啊，用一束啦，啊，用一束啦了。哦，那无问题，啊，咱要用，啊，过来用，好，哦，这通常是安尼吼，啊，这当我咱好朋友呢，稍来解这了解者，这大概呢，啊，伫咱这种的这个用法吼，啊，一定拢爱有这个啊，稍来解这注意到相关的这个问题吼，啊，这站那是温度降低落来，降落来伫这20度、18度到20度这范围内底呢，啊，这着这个灰霉病吼，哦，这有鸟鼠啊、猫这种的这吼，啊，这种病吼，哦，这有当时啊影响。的相当的一个大哈，所以咱后边一定爱少来改，即注意到即个的啊营养哈，还有当时爱少来改，即注意点哈，包括啊一寡即个变光用技术啦，即个海藻类即个萃取的物件哈，还是讲咱微生物菌肥啊，还是一寡即水溶肥啊，小可去啊过一下即后边即安尼哈，啊即正礼拜啊该处理一届，正礼拜处理一届呢，啊会当有一个真好的即效果伫咧哈。
啊，即嘛就讲寒人来呢，咱尽量吼，尽量的保持卖饮水啦，尤其三点过呢，尽量咱当啊，即、這个下午呢，尽量下午卖饮水吼，即当伫灾害时阵呢，啊，来改做一个即、這个准啊，是要补水的时阵，尽量较早者吼，卖哦，三点以后呢，伫温室内底咱就卖饮水吼，啊，即房室内底尽量嘛养成即习惯，卖上晚饮。安尼起来呢，啊，伊较有可能吼，安尼啊，即、這个打伤打伤，啊，这种打伤打伤呢，啊，对作物来讲是最重要的吼，这一定最重要吼，啊，所以咱好朋友呢，一定爱少来改即注意点吼。啊，咱啊，一般来讲，像咧用治即个灰霉病的时阵吼，伊种物件咧抓吼，尽量是叶啊，即后表面呢。啊，会当小夸下吼，啊，即、這个后表面小扫一下吼，就是讲你起来时阵卖规张安尼甲冲，因为你正面咱甲冲甲摇摇摇，迄包子哦白白，其实即个效果无通讲介好吼，咱会当用网的吼，啊，为下骹倒卷起來，因为啊正面倒面拢有甲伊喷掉。啊，这种这应该是上介好的一个、一个啊，这个处理的方式啦，吼、哦，这点会当我咱好朋友啊，小做一下参考，吼、哦，爱女呢啊，这个冷吼、哦、冷呢啊，这个是上重要吼，上、哦、重要的，就是讲只要那是冷吼、哦，这灰霉呢拢会足严重的，所以这部分咱好朋友一定爱小心注意，这提供给你做参考，吼、哦，在这方面呢啊，咱是不是当啊更加小心淡薄安尼，吼、哦、啊上主要。就是讲，因为有甲你提醒，啊，咱好朋友就知影，啊，迄个用什么药啊，哈，对，这足固定的，然后大概灰霉这药啊，就是扑灭灵、扑多灵，哈，啊，无就是用一挂这个依普酮之类呢，啊，事先来防治，哈，这效果拢未歹，那无介严重的时阵呢，就拢有法度甲伊炸掉咧。啊，未使可以夹起来，哦，未使可以夹起来，哦，啊，这部分呢，等我咱好朋友稍来解一了解一下，啊，这个提供我听众朋友稍知影，吼，因为这温差大，有时啊，对咱伫这广告上呢是另外一种的这挑战，哦，啊，唔通哦，作物呢，这个温差，尤其伫温室内底，吼，外口要搁较好啦，吼，就是讲，伊温度咧上升的这速度较慢，伫温室内底，伊迄温度咧上升的这速度足紧的。啊，这个就麻烦嘞，吼、哦，所以这一定爱真小心啊、哦。啊，这希望咱听众朋友呢，爱当养成这款的这个习惯的嘞，吼、哦、啊，这个作息其实伫这种天气的这个变化内底呢，啊，这种的管理的足重要，包括咱人嘛是同款哦，这种温差大，有当时啊伫温室内底呢，啊，真热吼，啊热热，咱流汗，汗流汗渴。啊，这个有当时啊，什么代志汹汹撞出来，哇！迄阵呢，外口真冷哦，哎，迄个毛细孔直接怎缩缩吼，迄人拢冻袂掉吼，无几个外用，迄外公外用拢，迄逐个人无几个冻会掉的吼、哦，一定爱，这方面呢。就是要注意一下，安尼提供咱听众朋友做参考啊、嗯。好，来63386016338601，这是咱现场客运专线，欢迎咱乡亲多加利用。住宅方面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做务方面工课，赶快呢，拢会当伫下晡时间2点钟敲咱的电话。来，外观区的朋友，请你爱加加空哦。隔天工透早4点至6点，上午8点至10点，这是重播时间，你拢会当收听一届。司令你好，喂，你好，嘿，你好，老师你好，宝妹你好，老师我刚没在抱怨一下，好，和你抱怨不要紧，哦，老师你搁讲，你搁讲就只会玉米小番茄温室呢，啊，露天的呢，啊，露天的水彩糖啊，哎，直接就无奈的呢，哦，那个吼，那个温室的资源已经这么多了，我们也是需要一点资源的，嘿。老师，还有一个问题啊，哈，嗯，就是说这一曲的稻子啊，嗯，那个老师也知道说稻荨螨危害很严重，啊，又没有推荐用药，啊，我是觉得很奇怪哈，难道要我们看着那个稻子辛辛苦苦照顾到一？伊在出事的时阵，吼、哦，迄稻荨螨加啊，我们又无药可用。明明这个是可以治疗的，啊，又没有药可以用。啊，大家拢，这当然时阵应该是大家拢无谈啦，嘿。啊，这样子的话，这样对吗？台湾真的都是不缺稻子吗？我很怀疑呢，嘿。
好，谢谢，报应完毕了。好，老师，你可以不用回，可以选择不用回应了。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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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再见，好，来，这个叫做已读不回，好了解个吼。我这个还是回应一下了哈，因为你啊，温室内底被关过足复杂的吼，所以咱会伫这节目内底甲好朋友提醒，当然啊，拄则咱开真侪时间去讲这个蒜头，是安怎要去讲这个蒜头吼？因为这个蒜头长啊、古菜吼啊，这类的这个管理上呢，其实拢是同款，然后只是讲因为啊，这个蒜头伫咱家算一个真大的一个、这个真大众的这个作物啦吼啊，咱嘛是会当搁甲伊讲者安尼吼啊，这较歹势，然后当时啊，确实咱有真侪这个许呢。啊，无法度完全吼兼顾解到啊是安怎吼啊，这可能是较无法度的这所在，这伫只当然咱好比若是有问题，唔免客气吼，就是讲电话卡就来讲啊，不然无你嘛讲起来保密一下安尼吼啊，这情形要安怎处理吼、啊？这水菜这也是要要安怎处理啊？是不是会当予咱一个参考哦？啊，这大概啊，我相信吼、啊，因为。在这个天气的这个变化里面很多啦，尤其我们叶菜类这部分呢、啊、最主要就是这个陆菌病，这我们一直在提供的一个就是说陆菌的这个问题，这个部分你如果是控制好势呢啊，多数就较无那个影响，因为啊水菜多数是做网式栽培啊，这网式栽培的时阵伊通风总比伫温室内底较好，所以啊出问题即个情形会稍微小一点点啦吼，唔是讲白啦吼，啊但是咧啊即比较上应该是差真侪较少啦吼，啊即伫只系当我咱好朋友咧做了解也较歹势吼，啊总讲有讲了无好嘅所在，大家唔免客气吼，像安尼吼。啊，这个倒四万的这个问题哈，唔免这个特殊的这种用药哈，这没有什么特别一个这个特别讲爱去用什么款的一个这个用药啦哈，就是讲基本上你汤药啊吼，一般的这四万吼，这个调啊这这四万来讲呢，伊的一个生存的条件哈，伊含一般咱这个有靠伊较无对比啦哈，所以。主要是天气哦，天气还是一个啊最大的上大的一个这个上大的一个这个影响啦吼，所以如果那是讲天气呢，那较无，所以这你甲看起来吼，真济这个很多年吼，不见得会发生过一次吼，这原因就是讲伊迄个条件吼，迄个条件爱有这个存在，啊，一般来讲。伫相关的一个即个四万类一个，但是即个药啊吼，即一般拢要搁有法度来解即个应用，然后就是讲伫咱其实台湾吼有研究吼，有即、這个有一个即、這个伫咱即个好像有一个。嗯，伫一份即个杂志咧，迄是一个期刊啦吼，迄通常是一个叫做即、這个中华啥物啥物农业研究，可能足侪啦，足少人会去看到即种物件啦吼。啊，但是即伊内底因都去做过相关的一个即个试验吼，就是讲最主要即内底咧讲到嘛，是讲伊迄药啊吼。啊，迄无啥物啊，即、這个真特别，即个用药了哈。但是呢，最重要的是迄个时间点，你一定爱抓得到吼。啊，比如讲呢，第一遍用药啊，即个药呢，即、這个时间吼，就是讲你一定爱即、這个伫伊迄个即个度到比拉贝即个，尤其比拉贝即只只吼，袂使。比较尾就是伊已经得要出水啊嘛吼，迄个时阵袂使互出来，吼，要慢火慢火前，你药啊一定爱互落吼，这边也无落吼，啊，这边药啊也无落呢，大概即、這个防治上可能的相关的一个即效果就会变加真歹吼，所以一般来讲，伊即个防治率吼，咱咧用的一个即个药啊呢，即防治率吼，差不多拢会当。即、这个80%-90%啦，吼，所以这应该是唔是药啊解决问题啦，吼，所以呢，即多数呢，比如讲像登记加保护之类的这物件，吼，即部分来讲，即细蛮的即用药呢，都很容易去处理，但是最重要的是迄个时间，吼，即咱一般来讲，就是迄个时间点，吼，迄时间点。啊，这个较早有时啊会较严重，就是因为有迄种再生稻吼，即那再生稻呢，哦，伊迄度所在通个比吼，所以通常再生稻呢，伊个一个问题较大。咱一般来讲，咱咧用吼，就是即个皮丹啦吼，加丁基加保乌啦、托乌松吼，即种个一个即个药啊吼，大概即三种药啊呢，其中一种呢，拢会当有90%-90%以上个一个即个防治率啦吼。
当然呢，你那是用迄个粉砂螨吼，是更加好啦吼。但是啊，足少人是啊，会特别去甲用啦吼。除非讲你有啊，足这个足去甲重视这个部分哦。啊，那无一般来讲呢，啊是没有的啦吼，袂讲特别去改。但是只要你那是有去改，你汤药啊内底吼，白丹也好，脱乌松也好，还是讲这个丁基加保护吼啊，这几种的药啊，其中一种呢，拢有会当达到90%以上的这个防治率。但是问题来啊，就是讲，迄个时间哦，迄个时间点，你若无用落歹势，那就没有办法了哦。啊，所以你伫即个进程吼，就是讲伫啊，要到比拉贝即个所在呢，这边都爱用。啊，过来就是即个往回刷吼，往回刷即个时间吼，啊，爱个一遍啦吼。啊，即马即个有个人会较功夫啦吼，啊，高头迄只遐坐水高头了，伊会去甲伊啊，即个处理一解吼。爱、啊、你今年吼。比较无雨水啊，温度也较悬，所以一寡虫呢啊，真侪人拢讲，今年那种虫呢啊，加较好处理啊呢吼，所以虫拢无去家己即重视，所以有当时啊，即个药啊吼，会用真少吼，所以即、這個、啊最主要即个原因是伫即个所在吼，所以即、這个部分来讲，然后就是讲简单来讲吼，即、這个。伊那是拄到这個问题的时阵吼，真正困难吼，真正困难的这个，唔是药啊，唔是无药啊通用吼。因为你不一定爱用四万咧，讲专门咧对付红地毒的药啊，不见得，干那一个啊，干那一个粉砂螨都已经真好用啊吼。啊，这个到目前为止，因为久久啊，才发生一届吼，所以这个到四万嘛，无啥物讲所谓抗药性的这個问题啦，所以最主要吼，这個、真普通的这个药啊吼。啊，比如讲像咱咧用的呢，啊，包括像这种即个白丹叶啊啦，吼，还是讲即个丁基加保护，吼，即系一挂这种叶剂，吼，还是用砖的卖晒，吼，啊，够一个就是讲用即个蜜麦丁，啊，即拢是现成的即个药啊，吼，啊，所以即一般来讲是有相关，就是讲你要用的时阵哦，真的不是啊，真正袂讲找无药啊通好用啦。所以啊，这基本上呢，应该是还可以哈，有相当适合的这个用药哈。最主要我底下是个再次高兵强调的是讲迄个时间点哦，这个涂药的这个时间点啊，这个到时嘛较紧水哦。咱即马咧啊，咱咧转药的时阵吼，通常这个啊水量吼较无通遐尼啊充足啦吼，就是伫迄个啊药呢较无遐尼啊充足，啊无遐尼啊充足的这个情形之下呢啊，多数呢就较无法度去看到伊真好的这个效果吼。有当时啊，你药啊那个无啊无去许伊通，比如讲你用的这药啊内底吼，那是咱拄只讲的迄几项较好用吼，啊，但是无即种呢，啊，可能你就会个发现到吼，一个啊较麻烦的这所在安尼吼，所以变作伊的效果就变较歹吼，这原因是伫即个所在吼，所以。这当然后朋友呢啊，大概小做参考了哈。实际上呢，他真的没有说没公布药啊，通好用了哈，还是有药可以用啊。啊，只是这个用药的时间点哦，用药啊，这时间点呢啊，这是相当的这个。啊，相当的姐姐重要吼，即多数今年呢，会出问题拢是大家想大意啦吼，拢无看啊，无看糖啊，都有吼啊，即个都无去插伊吼，即那是这种情形呢啊，即个的细蛮的危害就会稍微严重一点点吼，即原因是伫即所在哈，啊，即大家做讨论啦吼，即其实啊，有当时啊，农业吼，即牵涉范围甚广哈，你讲台湾的即个水稻哈。整体上来讲，咱的一个粮食的一个自给率呢，就讲有30%，其实还不到啦吼。就讲咱家己生产的粮食呢，其实是真少啊，大家都唔食米吼。啊，这个有一挂人呢，啊，拢咧推广这个要爱漂亮啊，爱减少淀粉的摄取啦吼，啊，是安怎？其实我是感觉唔知是许，可能阿伯啊，这人的大口有哪有原因啦吼。我可以，我会当吼，即、這个食水果还是啥物吼，但是很久没有吃到淀粉类的东西的时阵吼，我会感觉迄个心情就歹，有当时会做，可能低血糖吼，即、這个血糖会变真低，所以变较暴躁，我就不太喜欢，所以啊，足侪人讲啊，你爱去，你爱控制饮食，你减肥吼，我宁可多走路啦，吼，我饭啊，即、這个油食较少咧，啊，我食寡青菜。
啊，我吃一束啦、啊、白饭、啊、我就是要吃点饭、啊、不然我会觉得好像很容易生气一种尴尬、啊、没错、欸嗯、这是正确、嗯、老师你说这样是正确没有错，营养师也是这样说、啊、我还是希望有一点淀粉，尤其、哦啊、我还有做粗重的这个工作、哦、当时一部说粗重是还好啦、哦就是说但是也是要当时要转油、啊、在田间一些这个基本的操作，当然不然都是做的都比较轻巧的啦、哦但是呢还是有啊走路吼，并讲伫横林顺产吼，从即马呢即阵啊我家己拢有刻意啦吼、哦，就是讲因为手机啊足方便，所以我一工呢拢啊要求家己呢上少行一万步吼、哦，啊已经连续90天吼，这、哦、没有一天啊即、这个例外，包括伫台湾的时阵呢啊我嘛是拢回去呢啊都会给他补足吼、哦，补足迄工的即个啊即、这个步伐吼、哦，就讲、是。因为我做半段运动的啦吼，啊，但是呢，我就靠这种方式。啊你，安尼了，我感觉讲也还好，就是讲，体重诶得到一定的控制，无一直大哭起来啦吼。啊，但是要瘦嘛，瘦袂落安尼。啊，只是讲，我呢感觉那种比较不会脾气不好吼，较袂啊有一个面不时面吵吵，迄、那个情绪反应足大安尼吼。所以我个人有这种，因为大家人体质无同款吼，所以我是就反对讲啊，完全拢这个对这淀粉的这摄取拢改这排毒掉安尼啦吼。啊，其实伫家边有好朋友知影，就是讲咱真济这种吼、哦，当然因为咱的一个粮食吼，等变讲像大豆，咱嘛是拢进口吼，玉米吼啊拢进口做饲料，其实咱食的肉拢是等于是进口的吼，咱我爱讲无爱拢咱台湾家己饲的。但是饲料拢进口诶，哦，这饲料拢进口诶，哦，所以，即、这个讲无来国产诶，爱原料嘛是进口诶，嘛毋是咱家己诶原料吼、哦，所以咱诶一个粮食自主率诶足低，即原因在伫遮。实际上，就是啊，因为即个公粮诶，即、这个我个人诶看法吼、哦，这不代表电台即个立场吼，毋通啊，尤其阮学弟即嘛搁伫即个啊，即、这个农粮署诶，即个中区办事咧做主任吼，即、哦这个这样对他不好啊。我觉得这个公粮收购这些代志，这值得去检讨了哈，大家去检讨哈，因为其实咱真侪我常常咧讲的，这都是讲，因为咱为着要照顾农民，所以呢啊，咱有这个公粮收购的这制度，咱应该去想一个什么方法安尼啦哈，啊那无呢，因为咱迄公粮吼，到尾也出来一种味吼，拢足歹食哈，所以。我们请请呢啊，真侪人吼，就是讲，咱拢这个，咱有真好食的台湾米，但是咱请请无去食到好食的这台湾米，哦，就安尼就足可惜。所以后当下你自助餐店，哦，这间系袂歹食，结果伊啥物，伊进口的埃及的哈，伊、哦、就是用一挂埃及的这个米，迄较俗啊来南咱啊国产的去标一挂迄种阿萨布鲁的迄种迄公牛的迄种米，哦，啊改南南做伙，啊但是因为有一部分嘛。啊，一个熟的，啊，迄两个起来，起来嘛袂歹食吼，所以连迄种米的这调配的足重要啊，所以就是啊，这个是另外这问题啦吼，但是就是讲，没任何一个国家拢无愿意甲家己巴肚交别人去管理啦吼，所以啊，是毋是以这种的这理由之下，但是咱即马这种公粮的这个方面吼。可能是进的叫伫 WTO 内底呢，啊，佮另外一个阶段一个即要求啦吼，所以咱可能未来呢这方面做着真大的一个变动吼、哦。啊，迄阵呢是毋是破产，是毋是会好，迄个另外一个回事啊吼，因为咱台湾人拢讲日本米较好食吼，啊泰国米较香吼、哦，啊即、这个阿伯啊讲埃及的米呢真俗吼，啊即、这个越南米呢啊即、这个金丝丝吼，结果拢无讲到咱，结果。这个问题就来了、哦、所以有时候这个咱是不是有法像日本人那样、哦这个家有必走想之以千金除了、哦、一个破扫帚咱也是认为说咱到一个扫帚最好、哦这可能是这个情形、啊、反正就大概是这个意思、哦啊、希望咱好朋友呢就是说大家当这个多多少少吃一点米、哦啊、少这个肉少吃一点多吃一点青菜应该是安尼较健康啦吼，阿爸呢食嘛讲卖，袂使讲卖食啦吼，拄好就好，任何代志都不要超过。来，时间的关系吼，咱第一点钟呢先暂时进行到这，啊，等下呢，第一广告刷了吼，再个加乡亲来进行到第二点钟的节目。欢迎咱收音机边听众，若是有任何问题，无清楚、无了解代志，633-8601。